妈第一个。小孩子穿鞋进来，地板上有沙，我们人也会掉头发。把这头毛洗哇呀，把狼头毛我只对你打眼。挂命不讨论。以前我们的妈妈先扫地，扫完地才抹地。你买我的帽回去，你在家中你打开像一朵花，你把它放在地板上，扫地抹地一起做。它的肮脏、灰尘、毛发、沙粒不是不见，全部在哪里？在我的布料上面。要怎么洗？你不要洗我妈的，用手把用牙刷刷哈。你把它放在桶里面洗，清洗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没有了。这个头啊，记得要拉上来。先得小力的我们转，你转到它不能转了，它的布就干了。有时候在家中，小孩子不小心打倒 Coca-Cola 或气泡啦，地板上很多水。我们的妈妈很喜欢去巴萨买这个帽。我十年了，我拿地烟，我十年前叫人叫我不要讲两句。啊，这个叫人家讲的啊，为世界哪地辨认方法爱玩了啊！在家中你打开像一朵花，你怎么勤劳骂都没有用，骂来骂去骂不干，牙齿来个金蛋，伊会滴水。啊，你有力你用手撑，啊，你若无力你用脚搭，做个手澹澹，脚拉伤吼。今天我介绍你这一把是华人新年欧布，我打开像一朵花，我放在有水的地方哦，我轻轻的往后拉，它给回我的地板有多干。一平外头卡有偌大，卖相信我哈，我一个指数带我你看，95%干。所以有钱没钱，我们买个安全。你卖叫囡仔人人家坐伫沙发等十分钟，佮行来行去哦。我一口气，我把地板上的水吸到地板干干布满满，拿起来也闹事了，也闹事。啊，记得哈，卖我阿妈叫一个安迪公叉叉，伊个头无拖起来，拿一刀转，转到明仔嘛无水落来哈。这头啊，给拖起来，先得碎裂，别让给转。你转到不能转了、啊，刚才地板上的水还回给我。Hello, sorry。有时候在家中，我们的妈妈炒菜间里不小心打掉胡椒粉、盐、糖。有大哥一根。啊，好的，一下子可以吗？最后一个节目了哈。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，狼来了后一抓告来哈，狗会掉狗毛，人会掉头发，这世界是很公平。再加上有灰尘，这种地板啊，给到很多大哥大姐，啊，你一个头两个大，你无变少，你无变如今拿勺，啊，一个豆包扶起扶落腰阁无力，你买我的抹回去啊，阿三出了家看你才明白，你该放一炕来睡，这头哈该脱起来，先得睡了，别让给走。你转到它不能转了、啊，它的布就干了。For release， 按它放下来，按钮啊才放下来。所以你在家中，你打开像一朵花，你把它放在地板上，我轻轻的一推一拉，它的肮脏、灰尘、毛发、沙粒不是不见，全部在哪里？在我的布料上。要怎么清洗？政府啊，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让刚刚的水酒，你的手不要动到肮脏布，这个叫做卫生。你把它放在桶里面洗。清洗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不见了。你每天洗、每天用，可以用多久？一年了，你可以丢掉了哈。你如果不要丢掉，你去 OG， 是可以带你回个头来换。买今天头很贵啊，6块9卖不？以前我们没有 offer， 14.9，再买一个头6块就要20块了。今天20块，敢不敢买两只？等一下，我教你怎么换头。刮刮刮刮，头给拖起来，来边就凹凹的换了不？你给转。转到不变转了哈，转到不变转，你给丢也丢掉了。这支铁你可以收起来，你家里的畚斗木棍坏了，你可以拿来装。你的家里有晾衣服，你可以装一个 V 的拿来晾衣服。老公老婆吵架，不要拿来打架，这不修干不给打人哈。很简单，我怎么拿出来，我怎么装回去。你找回他黑黑的头，你给转了。你买回去，它好像一只小雨伞，这个爱看，阿婆袂晓用的。你买回去，它好像一只小雨伞那么小只。First step, plastic bag 改给它掉，把 plastic bag 不要丢掉，后面的说明书。第二， product from 新加坡啊。第三， handle 裹在里面，它怎么拿出来？ handle 放嘞， handle 拉上来， handle 要锁紧啊，不然它会垂下去。handle 啊，夹起来啊，你要转这个铁。handle 你要转这只铁啊，转给它紧，转铁，转给它紧，它就不会。